有干嘛？就是有，看看他应该不会喝酒了。啥抱怨？夸张耶！啊，是啊，我卡不练啊，我直接卡不练。姐夫，没关系的，我们一起加油啦，一定要恩赚多一点。我真的无言呢、欸，我们黑惨了，还在那说哦，最近好像变得很会吃，很累，很胖。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吗？两条线。不是，我们今天来跟姐夫，姐夫你们在吓到了吗？真的假的？刚刚的事吗？Oh my god！ 恭喜恭喜！今天是好日子哎！感人感人！他刚刚说你们开视讯，然后一打开两条线，我们傻爆眼。今天是2020年2月29号，每四年一次的今天，在我们参加完走中奖之后，得知了这个震惊的消息。我们刚虽然没得奖，但是大姐得奖了，也算是感人呐、啊。不要哭啦，不要哭啦，真的是很感动哎、欸。我们真是要当姐姐了。我前几天打视讯给她，然后她就说她最近都一直吐，然后吃东西吃不太下，然后我就真的假的？然后她说没有吧，然后姐夫就说没有哦，没有哦。哎、欸，明年红包两包，恩姨会越赚越多。不会不会，头很痛，头很痛。倒数二一，开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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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好了。姐夫在干嘛？这什么东西啊？这好像珍珠的时候都是你用的哦。对，哦，手术的费用，我跟你讲哦，全部止痛都给我打勾哦，你有没有听到？预防手术粘连啊，那个啊，不用看价钱，直接全部整排都打勾。你还在想，还在给我考虑？你现在怎样？看到3000就打勾，看到14000就没打勾。那你生两个小孩耶？再过2分钟就是我们奶茶的生日了。现在时间是2020年10月14号，奶茶是2020年10月15号出生，现在晚上11:59。然后大家都还不睡，明天早上的刀。然后我们5点就要去医院准备。奶茶，你看一下阿姨们是怎么爱你的，各位有没有？为什么要看到她好像比要看到蔡依林还紧张？你们看珍珠，这个是珍珠刚生出来的时候。对，刚生出来。哎，我跟你讲，我梦到那个吗？我抱一个婴儿嘛，然后很瘦很瘦很瘦，快不能呼吸了。然后他有酒窝，我就很累，然后我就梦到我的小孩已经快不能呼吸。你不是有问那个妈周宝？对啊，我问妈周宝，我问他说会不会跟珍珠一样可爱，还有酒窝。妈周宝给我一个水果。我们楼下那个妈周宝超准的。你现在有什么心情吗？没有，比较好一点，看到你们比较好一点。那你可以赶快睡觉吗？你这样不睡觉会有力气生小孩？不用力气啊，你婆婆那是就乐观呢、欸。阿姨，我先睡了，阿姨没有力气了。你明天要打起精神呢、欸。阿姨，阿姨。凌晨5:30，姐夫，我想采访你一下，晋升二宝爸的心情，我来采访你一下。是担心我还是担心他？都有，小孩居多。所以其实你也会是紧张的嘛，你只是在耍帅。稍微啦，一定啦，多少稍微。现在我们要出发了，原来只睡3个小时就可以生小孩。我这次不用在那边走来走去。对，我记得珍珠你还绕着巷口在那边一直走，这是快速解决。九九什么心情？我觉得我等一下到医院的时候应该会还蛮紧张。那你会偏心吗？不会。问我啊，我阿姨呢？阿姨安娜，很期待啊，看我们奶茶。他也是老二，所以他很期待老二。如果你们有哪里不公的地方，我长大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出发医院，正式进入待产室。你看起来为什么那么老神在在？你要看我下面，我没穿内裤。我不要。所以现在就是在准备这样子。对，等一下他会先打一支针，两只手都要打。这一台就是在测我们奶茶的心跳，还有宫缩的指数，就是珍珠那支影片宫缩指数爆表的那一台，爆表大姐还在滑手机的那一台。那姐夫在这睡死。我第一胎是剃毛，然后还要宕机了。你等一下先剃毛跟通便便，不然会生一声抓塞。我们请问一下哈，请问这是冰野餐吗？不是，因为我们等一下需要耗费很大的心力，必须要先吃饱，而且就算是再紧急的事情，也要去买通宵那家最好吃的面。而且我跟你讲哦，这次为您准备了少之又少的古拉巴特，凌晨5、6点去才有的。我第一次喝到古拉巴特，不是为什么连这种影片都要介绍吃的？没吃过古拉巴特，不要跟我说你吃过这间店。我以为会像瓜莲那样，它比瓜莲好吃。对，它比瓜莲的那个香味更重。
一点。对，而且没有那个猪很迷。可是我现在其实很紧张哎，我先吃饱好不好？慌乱的爸爸，手忙脚乱的爸爸。我们这次还带了他爸妈小时候的照片，及时来做对比。你看这个皮蛋小孩，其实整个神韵跟珍珠是有像的。你今天早上吃了很珍贵的锅蛋饭，你不能吐哎。为什么是我进去产房呢？因为姐夫不敢。现在已经差不多准备要进去了。这个就是上次帮我们接生珍珠的护理师，奶茶还是他接生的。这次就麻烦你了。我刚刚有询问一下，就是拍摄须知，就是大概了解一下，怎么样才是可以拍摄跟可以露出的画面。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去了。OK， 出发 ，Go G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保重！我觉得我才要需要加油。不要担心你哦。走吧，拜拜拜拜。加油加油！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只有我在紧张。我也很紧张，好不好？现在跟大姐一起进去产房。OK， 好，那我们进去喽。进去喽。我第一次进手术室哎，好紧张哦。对，大概再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到奶茶了。他会先抱出来，然后大姐的话，因为她还有伤口要缝，所以大概应该还要再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姐夫，你会紧张吗？现在？我觉得你让我比较紧张。吐是很正常的，对啊，正常。很棒，你很棒。要好一点吗？我才不敢起来看呢。休息，休息。皱了个眉头。所以我就没用这么快。好，举一个给他举。你好像都没有感觉。停一下，宝宝就要出来了，会压一下你的肚子。好期待哦！我看不到，我也不敢看，我要整个站起来我才会看到，但是我不想看，我怕我会不敢生。你现在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对吗？妈妈真的是有够伟大。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奶茶 ，Hello。压一下肚子，会有点不舒服。啊，奶嗨！奶茶要出来了，奶茶要出来了，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哈哈哈哈哈哈！奶茶出来了，超级可爱。跟珍珠超像的，我先过去哦。宝贝啊！哎，他头发好像比较多哎，好棒，你好棒！他跟珍珠一样，哭声都那种很轻柔的，很秀气啊。这是在抽羊水，抽羊水。哎，鼻梁很挺哎。欢迎来到这个世上。嗨，自然卷也是很严重。你光你头发就打趴你姐姐了，宝贝。哇，你才出来不到五分钟你就睡着了，有没有搞错？有累成这样子，阿姨把你弄得太舒服了。好了，安静。羊头围啊，对，珍珠大头哦，是大头吗？对，大头。头好壮壮，像他爸。阿姨再帮你量你的身高哈，要不要伸直哈？量我们奶茶出生第一刻的体重，你一动数字就跳，你不要动，没什么的事情嘛，哭个这样，量体重而已嘛。来，3120，这样是胖还是瘦？刚刚好，刚刚好。妈妈把你养得真好，刚刚好呢。你还记得珍珠出生那一刻吗？历历在目，一样感动。好了，没事了，你又不会痛，痛又不是你在痛，那孝顺你妈。我看到照片了。Oh my god， 谁出来了？奶茶出来了，全糖奶茶。宝贝，其实我们看一下哈，性别是妹妹哈。阿典好像一样很臭，跟珍珠一样像妈妈。哎，对，她头发很多哎。对，老二都头发很多，跟我一样。Hello， 宝贝。Oh my god， 她的手好长哦，宝贝。谢谢，辛苦了，辛苦了，宝贝，拜拜，待会见。我们现在看着她刚刚在产房的照片，她鼻子好像很挺哎。而且我觉得这一胎跟珍珠还蛮像，但是也有一点像姐夫。他的头发很多，对，超多。我是老二，我一样头发很多的。我跟你讲，他那像阿姨，而且他鼻
自己的腿，你看我珍珠没冰啊。现在恩还在里面陪大姐。看照片，她是人整个气色也还不错，应该没有像第一次那么惊吓。而且她刚刚拍照还嘟嘴，谁准她嘟嘴？然后我们会在这边等她，因为她里面还要缝嘛，推出来我们就陪她去病房。我出来了，很精彩哎！很精彩，你有看到什么吗？我没有真的敢站起来看，但是后面比较赶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板子，然后这样把他的肚皮这样撑开，这样像扳手的东西这样，好吧？那你有看到里面吗？隐隐约约，我没有敢真的正眼看。对，好像有点掉菜根哎。还好，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震撼，但是真的要有人陪会比较安心，因为我全程就是握着他的手。就是拿出来就会哭吗？拿出来就会哭，哭不停，感觉脾气也不好。姐夫刚刚下去跑流程了，因为刚推出来就有很多流程要跑。反正现在他就是在关肚子。大姐好棒，好特别的经验。你来看你妹妹了是不是？你当姐姐的呢？哦，好凶好凶，你真的是很欠揍哎！我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知道你当初也是从这个门出来的吗？啊，你现在怎么皮成这样子？没有再给我信道德。阿姨在跟你讲话。奶茶的，你说这个是奶茶的，是不是？我又回到这个门了哎，上次就是大姐从里面出来帮我开门的。在生完躺了3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就移到了单人病房了。这次的单人病房一样就是超级大，因为这样她生产完比较舒服。现在大姐在打宫缩的点滴，所以她现在呈现一个非常非常痛的状态。他现在这个状态不能躺枕头，我们也不要吵他，因为他现在必须要冷静。你不要动那么大力好不好？我弟已经睡得跟猪一样，因为我们昨天都只睡3个小时。你这个小皮蛋，来，这只哪里来的？瓜鸡啊！傻爆眼，这是傻眼哎！你真的是不管哪一胎你都这样搞哎！你可知道你老婆现在宫缩的很严重吗？她在睡觉哦。哦，你没事做，自己找乐子，算贴心啊。现在是产后大概7个小时，睡一睡又比较好。人家说第二胎比较痛，但是我觉得第二胎还 OK。当然啦，昨天那个单。我每样都打勾啊，第一胎也是 啊，第一胎太赶了，我来不及勾。第二胎你昨天骂我完之后，我全部都勾。所以第一胎没有全勾、啊、太快了，他要送进去才给我签那张。你现在才知道，你要进去签一个再给我勾那个，我好在一起签。因为我看我第一胎那个影片，我抓那个抓超用力的。出院的时候，那个医院的账单上面有个那个栏杆费哦。又被等，他现在已经是进阶到可以躺枕头跟喝一点水了，又过了一关，你很棒。现在下午4点，好，大家第一早课，现在到凌晨4、5点就起来了。姐夫在这边，我觉得不止生产辛苦，生产完的复原也非常辛苦，尤其是剖腹。你在吃你姐的月子餐吗？没有，好像吃炸鸡啊。哎，我跟你讲，那个月子餐红豆汤好香哦。我们刚刚收到大姐的第一份月子餐，而且我跟你讲，因为大姐还不能吃有颗粒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吃掉，全部都是我们的。鸡汤好香啊，你闻。这是素不辣鸡。哎，你会不会吃完发奶？哇哇，看起来好好吃哦。你辣不辣？你要辣不？我现在只对那个甜的，不辣一点，不辣。来吃多点，毛红起来啊！毛红早安，阿勋，你刚生完是不是？很好吃哎！你大姐还不能吃东西，你吃爆她的月子餐。这个肉好好吃哦！你吃我就明天再开始叫。浪费姐夫一餐。他这个一天月子餐一天1300，我原本想说还蛮贵的，可是他东西都很齐全，而且他都是为了孕妇产后吃的去准备。珍珠要先回去，他妈妈在依依不舍啊。在大姐生完的这第一个晚上。就我跟妹妹住在医院顾大姐，不过她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深深熟睡的状态。她今天会一直说她明明就有睡着，但是当她一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就很困，所以应该是可能麻醉的关系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们就是让她多休息。医院也是昏昏暗暗超安静，我们也不知道干嘛，加上我们昨天只睡3个小时，所以我们也会早早入睡。奶茶生日快乐，大家晚安。早安。一大早就听到好消息，我姐放屁啦。我刚放屁，我想说我在干嘛啊？对，我在放屁。觉得第二胎比较不痛的原因是因为姐夫第一胎忘记帮我打勾麻醉药。对，他说第一胎的时候那个打勾麻醉药的单子是当下很紧急的才给他在那边勾，所以他有点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勾，所以他可能有漏勾一些麻醉的部分。恭喜你终于放屁了，放屁就可以进食了，就是可以吃固体的。啊，谢谢你让我在医院一夜好眠，我很少、啊、你睡到打呼，我让你生眠耶。谢谢哦。其实我前一晚去夜唱啊怎么样，夜冲胃可以生眠，那个叫宿醉。小珍珠的睡眠能喂多久就尽量喂，要喂奶知道吗？没奶不能看。
不要，先不要。你不要那么笑啦。哦，好啦，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讲，这是你这辈子最后几天能够指使我的日子。谢谢。好，对不起，也行，谢谢，拜拜。我们终于到了晚上7点可以看奶茶的时间了。早上8点等到晚上7点。我希望他等一下不要再睡觉。人家想睡你就让他睡。我会把他咬死。起来！你等一下看到妹妹了，珍珠奶。对，棒，开了，奶茶在这里。奶茶是这个，阿美头还是皱在一起的哦。正牌小孩，只有他的嘴巴是下垂的。啊，我们家就这样子啊。我们家的认真。他刚说想抱抱吗？他刚说抱抱。来，你现在要抱的话，保证你妹的命会没了。他看奶茶很安静哎，他也不会吵着要回去。产后24小时挑战站立成功，怎么那么厉害？第一胎可以这样站，应该是可能第三天了吧？这是有器官掉下来的感觉吗？没有，还没有。所以姐夫真的忘记帮我勾到了，还在气。可是我在开刀没有打麻醉，感觉怎么样？只有伤口这样刺刺的，可是已经没有宫缩的那种。对，没有像昨天那么痛苦，因为他昨天那一罐宫缩的那个点滴已经打完了，那一罐打了一整天，那也是在折磨孕妇，因为他说这个我会慢慢。促使他宫缩，对，因为我没有自然产啊，自然产他们会自己宫缩啊。这月子餐不是我们抢的哦，是你女儿抢的哦。好兴奋，吃月子餐会亢奋的。过了1天又6个小时，我们的最强孕妇起来了，会当家了咯，真烈秋咯，要。不要让我笑，我晚上可以看我女儿了。啊，可以放下呗？我不会放你吗？放你，然后陪一直放。啊，你妹嘞？唔知嘞，过往，然后过家去洗头啦。你看啊，这种妹妹啦。啊，可帮我做骨按摩啦。要毕业了。姐夫，再一胎。再一胎啊！是大便了。他说昨天看我这样，他说妹妹你不要再生了，因为心疼假的，跳。哎呦！现在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孕妇洗头，而且神奇的是直接叫阿姨来病房帮忙洗头。我就想说躺在病床上能怎么洗头？大姐第一胎也没有洗到头，因为你们还记得吗？当天下雨，阿姨没有办法来。有一个像游泳圈的东西，阿姨说这个叫做洗头槽，我还真是没看过这种东西耶。它就是有一条可以接到水桶下面。这么久没洗头，现在洗一定很爽。好爽！现在已经在冲水了哎，好神奇哦！冲下来的水就直接这样接到水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阿姨这边的水管会有水出来？因为他接到这边，然后再用马达这样子打上去，所以这个马达是有接电的。如果我买这一组，你可不可以在家帮我洗头？我轮流洗，我帮你洗一天，你帮我洗一天，这样。最后一道工是用这个艾草香茅水，阿姨说要用这个最后擦才会持久。哎，你这部片会长得很丑，你 OK 吗？哎，我大姐以前也是一个小陈妍希跟小李玉芬号称。不是啊，谁生小孩还那么漂亮？我又不是水塔。你老公也像艺人啊？你笑什么？有点像蔡阿嘎。奶茶他妈终于能去看奶茶咯。第二天生完的第一次要去看他的二女儿，全部的人冲过去，没有人要理你。威武则强的母亲缓缓的从轮椅上站起来咯。这画面实在是很可爱。被推走了吗？对，他要去外面，因为肚子饿。只看了10秒，你只看到10秒。我们这个比较大牌一点，不想被人家看，连自己妈妈都不能看。这个就是他妈妈第二次看到他女儿的过程，也非常有我们频道的风格。那你有觉得跟珍珠像吗？没有哎、欸。奶茶出生是季 day 3，大姐已经拔掉她的那个是什么？拔止痛的那一根点滴的针，撞得跟牛一样。第三天已经 free like a bird。我觉得我这几天已经非常习惯在医院生活了。我昨天还剪完一支片，有一种回到大学时期住在小套房的感觉。可是我还是想回家。恭喜你，双手完全没有扎针了，好舒服哦。谢谢老吴送上通宵。最好吃的早餐店，一早起来就当福肯达外送员。你是来看你女朋友的吧？没有，我们是想看奶茶。说要顾奶茶，说要顾他妈哦，看这些叔叔阿姨在干嘛哦，尤其是他爸哦，两个女儿的爸一直输钱。你老公有来跟没来有差吗？还好这次有女朋友。你已经完全康复了吧？你应该可以去跑100米吧？我觉得你现在举哑铃也没问题。我今天还追他哎、欸，你大便了吗？大3次了，这次连大便都不痛，没有，就是稍微刺刺的。因为昨天也没发生什么事，今天已经是珍珠妈生完的第4天了，这几天都是我们在顾他妈跟这一只大姐。刚好这个医院旁边就有一间国小，所以我们傍晚的时候都会带这只来这边走一走。腿那么短，还想要爬过去？你看 ，Be careful！ 这只好像知道他妹妹生了，然后最近很欢哦。我说 Oh my god！Oh my god！Hello， 蚂蚁。妈妈，这不是妈妈啦，不是啦，那是垃圾啦。
这几天除了姑大姐之外，这只小恶魔才是我们最累的。他这次很会讲话，要不要回去？你说不要，出去好不好？要。如果说职位有倦怠，其实这个职位也会倦怠。一而已，很多，对。我怕胖哦。蹲坐梯，好，蹲坐梯，小短腿，哎呦，谁在躺躺？啊，你怎么躺躺？大大，太好了，这游戏好好玩哦，躺躺游戏。我们刚刚接到死亡的电话，最后通牒了。原定是12点奶茶才要上来，结果现在11:30，护士说他醒了，而且他肚子饿在哭。我Uber E都还没来耶，各单位座位，各单位座位，全部大家提起精神。我先去把冷气关小一点，冷气关小一点，然后这个太亮了，要把它拉下来。不用不用，要让他知道白天。那我拿手电筒照他。你不要再让我笑了，手该洗的去洗一洗，全部消毒酒精。完蛋了，完蛋了。基本是不要躲起来，躲起来，不然我们躲起来好了。我们两个躲起来。阿姨没有在这里，还等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等一下，你们不要让我肚子痛好不好？欢迎光临。初次见面，幸会幸会。珍珠那时候也是我。哇，他的脾气有比珍珠差吗？就珍珠脾气比较差。嗨，宝贝，阿姨说你脾气不错呢，你今天晚上脾气也会很好吧？怎么了，宝贝？哦，好饿，好饿哦，给他炸鸡，快点！阿姨终于可以摸到你了，你看你爸都还没摸到你哦。看一下我们这个奶茶的鼻梁，跟他浓密的头发。阿姨抱到你了呢，奶茶。怎么会有一个这么轻的一个3公斤的一个小东西呢？那你鼻头粉刺怎么那么多嘞？亲爱的姐夫，以下这一段是献给你的，让我们来看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该不会是你女儿的第一瓶奶吧？妈一根呢？姐夫他咬下去了，他吸了。抱歉抱歉，你只好再生第三个了。阿姨把他喂得好饱好饱。在干嘛？现在在跟他玩游戏是不是？要现在拍打嗝。旋转跳跃，我闭着眼。我们家奶茶眼睛也是好大一个哟。哦，平安呢，平安呢。有他这样子很像珍珠哎。我觉得你算幸运的，你姐姐出生的时候。你妈都不知道怎么帮她换尿布呢，小学妹，恭喜你！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你的学姐踩到，但是我先恭喜你。啊，这个阿姨从头到尾不敢摸，不敢抱哦，肚头靠背坐咧，还要假月子餐哦，我们在那冲啊，唯一则强，唯一则强。啊，结果阿姨自己打嗝，阿姨刚吃饱月子餐，好想吃，我好像没有抱过这么小只的珍珠哎，昂姑姑呢，昂姑姑哟。是呀，你看你的妹妹，好危险，好危险，轻一点，轻一点，哦，轻一点，轻一点，哦，哦哦，轻一点呐、啊，你会把你妹妹打死啊！哇，奶茶在看你耶，抱抱，啊，抱抱，不行哦。哦，太用力了，再见，爱你，爸爸。啊、奶茶在珍珠前面性命垂危。啊啊啊！轻一点。学姐拜拜，恭喜我们奶茶活下来了，恭喜你。晚上10:30，我们家奶茶肚子又饿了，真的很像一只小猴子，你们知道吗？因为它满脸都是那个胎毛的部分，怎么能够整个额头、整个脸颊都是毛呢？啊，鼻子通通都是粉刺呢，怎么能够？阿姨跟你就只剩下这个晚上了。你的眼睛像颗水晶，通透，里面有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小小的你，在你小小的梦里，把我所有大大的事情都吹进风里。我为我将对你撒的谎，先跟你抱歉。当你发现黑白不是那么的分明，世界不是那么的公平，别太失望。
我讲的是个梦想，不用太听我们的话，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该怎样对待世界，或他该怎对你。要跟现在一样倾听，倾听你的心。欸，他刚刚听到睡着，让他认真喝，你怎么让他睡着？你看我没唱他就醒了。你看，阿姨在为你献唱一首《蒙阿波亚加奇》。突然爱情升高点，我将起飞哦。刚喝奶，不跟你玩了。你妈说你刚喝完不能让你睡觉，喝完睡，这是三个步骤。你以为你喝完就能睡了吗 ？No， 九九乘法表啊，五二得十七，三二十一。菜园、果园、动物园、菜园。高丽菜、A 菜、青椒，不行睡，欸，不行睡，醒醒啊，不能睡啊，奶茶不能，眼睛别闭起来，撑着点奶茶。他看起来真的很困欸，跟他玩到他有点那个打当。阿姨跟你玩上下楼梯好不好？一楼上六楼啊。六楼下五楼啊，阿姨都拿喝酒的游戏跟你玩，你 OK 吗？你妈不让你睡啊，不是我不让你睡啊。好，阿姨再陪你玩一下。Yo man， yo， 你这表情很像李小龙欸。Hold on， check it out， 刷碟 ，DJ drop the beat， yo yo yo。换一个阿姨玩了，希望跟我是不同风格的玩法。来人之初，嘿，性本善。嘿嘿，那阿姨玩的好无聊哦。听谁说错了，对了，说没了，输了，莫问我，我可不输，怪没得。那那那那那那那。哦，哎呦，哎呦，想睡。他不是走动感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1945年日本就退出台湾。好无聊，我不想听，住嘴。晚上12点，目前非常的 safe。刚刚整个晚上配方奶都是我拿的，半夜你去拿。什么整个晚上你才拿一次而已？两次，你还没拿过，换你的。祝你一夜好眠，晚安。好可怕。现在是半夜5点，我们的奶茶真的是太棒了，他居然睡到4点多才起来吃饭饭，中间完全没有起来哭欸。早安，自由了。奶茶回去育婴室欸，因为他要在做出院前的最后检查。我昨天半夜完全没有被吵醒欸，我就跟我妈讲，我妈就说他像璇啊，他像璇啊，他说我跟璇小时候没那么乖。怎么这么孝顺的小孩呢？我知道妈妈脾气不好欸。我们现在准备退房，刚拿到了这个生小孩的账单。这不是我的账单哦，姐夫的。现在就来告诉你们，生一个小孩究竟剖腹要花多少钱，不超过10万块。不知道台北是怎么样，或许是每一间医院不一样。这6天的住院，然后加上剖腹的开刀啊、麻药啊，差不多是7万多块。姐夫结扎不要用麻醉，结扎的账我来付，我来勾选。我可以高照妈妈，我高照就用白钱吗？赶快缴钱呐、啊！我要赎我女儿，不是赎你、啊。你想办法，你找人来赎你，我赎我女儿。你确定哦？那你重新要一个人要雇2个孩子？这真是欢喜冤家呢！你还在看多少钱哦？要死我！拜拜，一来就去付钱，拜拜。这次的记录就已经到了尾声的部分了啊、哦，有没有什么感想啊？我觉得时间过很快，因为你们两个来陪我。欸、我们很少跟你这样子住6、7天呢、欸，而且和平哦，和平相处，没有吵架、哦。女生在一起很容易吵架，我们没有吵架，因为我们对他有无限的容忍。就在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让你们回来乡下就是休息啊。谢谢他，他们之后的那个行程很多啊。经过这次，我只有一个感想，就是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对，我也不要单身了。对。你那个娇羞的笑是什么意思？笑什么笑啊？有什么好笑的？你觉得很好玩吗？生下来很轻松是不是？我们两个怎么那么累啊？我好累哦。好了，奶茶阿姨祝你平安长大，幸幸福福，开开心心，跟珍珠好好相处哦，就像我们一样哦。啊，珍珠，你这个姐姐要好好照顾妹妹。拜拜拜拜。